到声嘶力竭，就希望大家多看一眼迪化年货大街最后一天采买，民众多到只能肩并肩。今年的饼干糖果很潮流，珍珠奶茶独立包装，一撕开里面是奶茶色脆皮，轻咬一口里面真的藏着 Q 弹珍珠，这款特色糖果成为店家业绩金鸡母。今年的销量来讲的话，到目前为止今年是年货大街的最后一天，大概有8到10箱的销量这样子。那这屋一直都是古法日晒，滴也不值钱。年货新花样，高贵乌鱼子加进牛奶冰淇淋，除了苹果口味，还有大人味限定高粱。一入口，奶味先窜出头，咸香乌鱼子随舌头温度慢慢化开。有加苹果跟高粱，其实高粱吃起来跟我想象的不一样，就是它不会吃起来这么的辛辣，就是其实蛮顺口的。迪化街吃喝喝办年货，但除夕快到了，包红包是重点。阿布啊，这么大包够诚意了吧？除了超大红包，成功辅助家人，业者更酷手把过年都市传说印上去。爸妈发红包，小朋友笑嘻嘻，多想数钱数到手抽筋，但爸妈点醒不听话就收回。初一起床后就听到这句：“爸妈帮你存起来，等了这么多年，红包到底去哪了？”妈妈帮他花光光。刚好住家里就包出去，刚好自己的饲料费这样子。小年夜，民众开心办年货，吃的用的不再一成不变，替过年增添新气象。三新闻吕云山家宝台北报道。